春花，你的牛奔七都来了啊！奔七过年三个小时啊！怎么搞得这么晚才回来？不是只要走一个来小时的吗？这个牛几天就晒了好多啊！牵了好久呢，牵过啊，放到哪里关着啊？我怎么知道放到哪里啊？关到我房间里面抓啊！关到我房间就不是关到你的房间。这是你又牵上来的啊？放到邻居家先关着了，要不然我放到我伯父那里去了，放到他那个老房子里面去了。要得嘞，走。你去做饭子嘞，我把它放下去嘞。那你和妈放过去了。好嘞，小二对个嘞，看关得下吗嘞？你去做饭子了。好。今天下雨都没做什么事情呀、啊，饭都煮完了。你最近累了吗？下午睡觉睡得打起鼾来了。我还打鼾呢。你是属猪的，打鼾打得更要大一点。我们安仔也是属猪的打啊，怎么没看到他打呼噜啊？他小嘞。哎，不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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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来，坐到那去，宝宝。哎呀，你个把戏又拿菜做了，那你去带宝宝来带他嘞，他太调皮了。哦，宝宝他哭，把菜搞得到处都是。湖南只有这种不运动的，没有那种活的。以前我在广东工作的时候呢，那个市场上都是活的，有点刺人了，没有剪刀，要有剪刀给他把那个刺剪掉。这个水带给牛吃的，还要洗几道才要的。这东西还有点沙子，要仔细洗一下才行。哎呀，做皮皮虾给老公吃，老公爱你哦，爱你个脑壳爱。你做皮皮虾给老公吃，老公肯定爱你啊。我做皮皮虾的东西你不爱了啊？去，老公帮你做什么了？快点说了。消火了。消火了。嗯。手都洗痛了，好吃难洗呀。亚宝，帮你搞个盐焗的吃啊。还有搞个盐焗的吃啊。嗯。我都没吃过盐焗的，你不要乱搞了。不会的嘞。皮皮虾先放到辣椒油里面，给它拌匀一下，更入味一点。还有点不好卤啊。放点生草、香油、黑胡椒粉、蚝油提鲜。宝宝还在叫啊，我原来直接倒进来的。这个辣椒不要浪费了，这个最香了，给它摆齐一点。不要这样摆了嘞，你不嫌麻烦？我看着都嫌麻烦了，还这样摆了？你去把那个盐放在锅里面嘞，我这个鱼起来放进去，这样就好鱼多了嘛，小很多了。直接倒进去还是怎么样？直接倒进去了，我炒香了。哎呀，哎呦，好多鱼啊！这个里面爬去了，有点多的。这盐炒的像还起坨了，把这个五香放进去，再炒香一点。这个炒的越香，等下取出来的皮皮虾炒香，有八十来度了嘞，给它放进去焖的。盖子焖半个小时，搞点菜引个火，放点油炒下辣椒和蒜。这个菜籽油还是黄一点，把它倒进去。干净了，赶快炒它，没效果的。滴点蚝油，放一点点盐。你要放比较喜欢吃这个蒜蓉辣椒，拿这个线碗盛下的。研究了半个小时了，辣椒自己，哇塞，烫人过啊！哇，你妈呀！哇，把这个盐抖掉才行，不要放盐在上面了。哇呀，这个锡纸都搞得人瓮巴瓦啊，好香啊！把这个蒜蓉辣椒放进去。全部放进去就算了嘞，没多少了，爬也爬不好啊。放点辣椒丁。妈，我们先吃饭嘞。给你二放盛一碗，放在这里。我的盐水、胡椒、八角都不喂了。不要管它，我们吃我们的。等一下它喽。不等了，等下凉了。等下无所谓嘛。凉了都吃的不好了呀。现在吧，吃嘞，它估计给白生的贴去了。这个东西吃是好吃，就是一点难剥。抱着宝宝是有点不太好吃。妈，我来抱了，你吃嘞。哎呀，我手上有油，算了，等下看着宝宝身上去了。哎呀，你们吃起来了。妈，这个皮皮虾好吃吗？好吃。我也来一个的。嗯，把放点蒜蓉辣椒。嗯，味道不错。你要还慢一点来的话，你就没有吃了。辣子还是有吃的嘞。有辣子吃活了个的，你吃吃的，吃了。妈吃啊。这盐焗的好像好吃一点啊。好吃多了，比上一次的。这个口感好酥脆啊。哎，这我倒是吃了好多的，口感都是对了，这回来。妈，不要客气啊，接着吃啊。好啊。春花，我告诉你们吃皮皮虾先这样。把上面配的甜虾，手指上还有一点。那你吃过来不好吃的？他都捂着球哥的手要我拉屎下呀，就活了不嘞？吸过我的球又不是吸过你的球。你咋说我牛？大哥，咱们吃过我的球就乱。妈吃过你球了啊？还不吃我个球啊？吃过他自己个球的。小姐姐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小春花。今天记录生活的视频就拍到这里，喜欢我视频的给我关注点。